我们今天打完全部，当日的一个积分 MNG 是53分， GSW 也是53分，紧接着是唐宝宝的51分，以及 Pyro 46，泰库拉和 DSS 都是40分，TSG 36， RBS 是34，这是我们第一页，也就是晋级线上面的队伍啊，这个分差逐渐在往上拉了一样。好，看一下队伍的一个数据的榜单啊，淘汰啊 ，GSW 今天38个，手感确实不错。伤害的话呢 ，MNG 因为他单局的淘汰也其实比较的多，然后整个队伍抽靶的位置啊也还不错。然后就唐宝宝今天确实毕竟吃到了两级的队伍。是的，唐宝宝今天啊，这个整体的一个运营也是比较合理的。嗯。就是我现在跟你说，我不光有正面了哦，我现在开始用脑了。然后看一下明日的一个赛事的预告，也是先打一轮格了，这个地图的顺序啊，也进行了一个调换。